今天我出去了一哈哈，我回来，我的狗为什么在外面？那吃什么？我的猫为什么在外面？我走的时候明明关起来的，我去看我的笼子，门没开，只有一个缝。难道他们已经会武功绝学了，会缩骨功了吗？啊，你在吃什么？我的食肠，这怎么铲屎？我去看猫的房间，这什么？我的橘子 ，orange。嗨，屎呢？猫屎去哪里了？绝对被狗吃了！法拉，法拉，你怎么那么体贴呀？啊，知道我铲屎辛苦了，把铲子给我弄坏了是吧？然后你们把屎吃了，一切都很完美，温柔、体贴、大方。Come on, baby, put your hands up. 一看，废话不多说了，一看就是出了2018年爆炸款的设计了。看这种鞋带啊，秃了的都能煮面条了。脚丫子，嗨 ，say hello 啊，饿了吗？饿了没事啊，来吃鸡呀、啊，大吉大利呀、啊。渴了吗？这边没关系呀、啊，来红 apple 味的果汁灌上去，必须保持这个鞋子的湿润呢，这样才会潮啊。你以为咋潮的呢？啊，搭配以前设计的袜子呀，这牌不挺火的吗？最近这样才潮啊！来，设计师的神秘面纱呢？揭开设计师的神秘面纱吧！啊，来自西伯利亚的设计师法拉，最近去了几趟巴黎呀、啊，把鞋都扒得烂了 ，fashion 呐、啊，厉害呀！赞，点赞。我是一个粉刷匠，粉刷本领强。我要把房东的房子给他刷漂亮，还有这个新沙发赔给房东的。现在就把火打开，晚上狗肉汤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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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被狗踩醒了，滚！嗯，被套被咬坏了，对付着用吧。嗯，穿上死亡拖鞋开始干活了。嗯，沙发还在，庆祝一下吧。嗯，雇了三个保姆开始拖地了。嗯，猫也学会拆家出食了。嗯，还有一窝小猫，不知道他爸是谁呀。嗯，煮了鸡胸肉，猫开饭了。嗯，狗开饭了，快点吃吧，不用铲屎了，快点吃吧。啊，我就吃点剩饭吧。哎呀，忘拿筷子了。啊，我的饭一转眼就没了啊，气死我了。嗯、啊，帮社会大哥画个纹身呢，没有灵感，今天就算了吧。啊，狗又开始干活了，歇会儿吧。啊，还帮我拆快递呀，真是体贴呀。啊，又上桌子，你咋不上天呢？啊，还好我出来的早，要不沙发就沦陷了，气死我了。啊，又咬铁的了。啊，出去遛狗了，我的天哪。嗯，到点了，我吃点药吧。